主料芋头250克，辅料糖芝麻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芋头去皮放在锅里油炸，炸完备用。在锅里放入白糖，开火，在锅里放入少量水，搅拌，会冒比较大的气泡，这时候还要不停的搅拌，等气泡变小了之后还要再继续搅拌至色泽由白变成淡黄至深黄。倒入之前准备好的芋头，放点白芝麻，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熬糖的糖不要着急，差不多了要马上倒入芋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